新汉语水平考试模拟试题集 HSK 二级，是供参加新汉语水平考试二级考生使用的辅导书。配套录音录有二级十套模拟试卷的听力试题内容，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、出版、发行。新汉语水平考试HSK 二级模拟试卷一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二级考试。HSK 二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，请大家注意。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我们家有三口人。我们家有三口人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我的电脑坏了。我的电脑坏了。二，星期日我们去游泳。星期日我们去游泳。三，他明天坐飞机去上海。他明天坐飞机去上海。四，他很早就起床开始学习了。他很早就起床开始学习了。五，张先生您好，见到您很高兴。张先生您好，见到您很高兴。六，我女朋友喜欢玫瑰花。我女朋友喜欢玫瑰花。七，请大家明天下午一点来教室。请大家明天下午一点来教室。八，今天是我妻子的生日，这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今天
是我妻子的生日，这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九，明天我们想去商店买一件大衣。明天我们想去商店买一件大衣。十，下班以前，我们要做完这些工作。下班以前，我们要做完这些工作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打网球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打网球。现在开始第十一到十五题。十一，要喝水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十一，要喝水吗？好的，谢谢。十二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外面下雨了。出去要带伞。十二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外面下雨了，出去要带伞。十三，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？我每天晚上十点睡觉。十三，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？我每天晚上十点睡觉。十四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我们现在去天坛。十四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我们现在去天坛。十五，昨天跟他一起走的那个女孩是谁？那是他的女朋友。十五，昨天跟他一起走的那个女孩是谁？那是他的女朋友。现在开始第十六到二十题。十六，他在那儿做什么呢？他看电视呢。十六，他在那儿做什么呢？他看电视呢。
十七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，我应该吃药，多休息。十七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，我应该吃药，多休息。十八。你最喜欢吃哪道菜？我最喜欢吃宫保鸡丁。十八。你最喜欢吃哪道菜？我最喜欢吃宫保鸡丁。十九。这本书很好看，我非常喜欢。那我就把它送给你吧。十九。这本书很好看，我非常喜欢。那我就把它送给你吧。二十。这种苹果很甜。是吗？我买几个。二十。这种苹果很甜。是吗？我买几个。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小王，这里有几个杯子，哪个是你的？左边那个红色的是我的。小王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。喂，请问王老师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王老师在做什么？二十一。喂，请问王老师在吗？他正在开会，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，好吗？王老师在做什么？二十二。听说邮局就在附近，为什么没看见呢？别着急，我们再看看地图。他们要去哪儿？二十二。听说邮局就在附近，为什么没看见呢？别着急，我们再看看地图。他们要去哪儿？
23。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？是啊，很方便，还可以锻炼身体。女的每天怎么上下班？23。你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？是啊，很方便，还可以锻炼身体。女的每天怎么上下班？24。小李，你的朋友昨天怎么没来？他今天有考试，昨天一直在复习。小李的朋友今天要做什么？24。小李，你的朋友昨天怎么没来？他今天有考试，昨天一直在复习。小李的朋友今天要做什么？25。我去203房间找你，你不在。我不住203，我住在204房间。女的住在哪个房间？25。我去203房间找你，你不在。我不住203。我住在204房间。女的住在哪个房间？26。已经10点了，车怎么还不来？别着急，还有10分钟呢。车几点到？26。已经10点了，车怎么还不来？别着急，还有10分钟呢。车几点到？27。昨天我们在长城上看到很多人。这个季节那儿的人很多。男的昨天去哪儿了？27。昨天我们在长城上看到很多人。这个季节那儿的人很多。男的昨天去哪儿了？28。到了，这就是我家，请进。你家可真大。男的觉得女的的家怎么样？28。到了，这就是我家，请进。你家可真大。男的觉得女的的家怎么样？
二十九。今天我穿这件衬衫上班怎么样？这件颜色不太好，还是穿那件吧。女的让男的干什么？二十九。今天我穿这件衬衫上班怎么样？这件颜色不太好，还是穿那件吧。女的让男的干什么？三十，医生说，你再住几天就能出院了。真希望快点出院。男的怎么了？三十，医生说，你再住几天就能出院了。真希望快点出院。男的怎么了？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请在这儿写你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请在这儿写你的名字。是这儿吗？不是，是这儿。好，谢谢。男的要写什么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，张老师，照片上的人是您吗？不是，那是我女儿。您的女儿跟您很像。她比我漂亮。照片上的人是谁？三十一，张老师，照片上的人是您吗？不是。那是我女儿。您的女儿跟您很像。她比我漂亮。照片上的人是谁？三十二。你好，请问银行怎么走？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。谢谢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十分钟。男的要去哪儿？三十二。你好，请问银行怎么走？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到了。谢谢。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十分钟。男的要去哪儿？三十三。晚上我们一起看电影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很久没看电影了。那晚饭后我来找你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他们今晚要做什么？三十三。晚上
我们一起看电影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很久没看电影了。那晚饭后我来找你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他们今晚要做什么？34。这件衣服不错，我能试试吗？可以，这是中号的，您试试吧。这件有点小，有大号的吗？大号的是黑色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男的穿衣服的号码是34。这件衣服不错，我能试试吗？可以，这是中号的，您试试吧。这件有点小，有大号的吗？大号的是黑色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男的穿衣服的号码是35。周末你一般做什么？在家休息，看看书，上上网，有时候也出去走走。这个周六你有什么打算？跟朋友一起去公园。女的这个周六做什么？35。周末你一般做什么？在家休息，看看书，上上网，有时候也出去走走。这个周六你有什么打算？跟朋友一起去公园。女的这个周六做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